哎，再一个就是捆，怎么捆呀？我抱着对方，我上那一转，我才以为是扇，他这个腿马上上来，这就是你捆的时机，你看吗？就要他这个腿，啊，我这样弄着他，我这样一弄，哎，你看了吗？捆着的，一抗他，是吧？他就倒了。加微信“星舞文化”拼音，学习刘青海老师课程，是吧？这叫捆，把他腿给他捆住，是吧？成这个样，是吧？一撞他就倒了，啊！所以说，你要抱住后腰，你再摔不倒对方，你就丢人，是吧？人有时候说来，你抱着个腰，结果抱着腰你摔不了人家，你这不丢人吗？是不是啊？